的外公带传球，在球场前面那一打进了球门，3-0。我们呢用了20分钟不到的时间，就已经彻底的锁定了胜局，也彻底的将沙特足球在本届亚洲杯上的所有的遮光布都扯掉。中国沙特队的后卫没有去跟着这个进攻的队员，让前场辽一跑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位置上，这球进得太轻松了。前场辽一是反弹的下马威龙，之前用外脚背轻轻的一挡，把球打进，3-0。这个时候现场开始下起了小雨，在沙漠之国卡塔尔夏季的时候下雨实在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。